你可以给我看到蓝天跑的那你把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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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长空就来点烟囱，因为南夜它本就会变得了中国空调，出门还要自家准备强烈的空气。一条空气水黑人成分填充而有的东西，一条一小暖暖。水又是便便用料，不过空气呢？你知道空气有重要吗？对太空人来讲，空气当重要；对上水的人来讲，空气咩当重要；对土地初步社会素材的人来讲，空气是一定重要的。今日呢，你知道空气有重要吗？一六年代，人对空气不了都无物个感觉，一直到二零一五年上映嘞。中国记者蔡青用一出纪录片《穷荡之下》很像的太家来从事 PM2.5 和他的公民科研没公布一项研究，他把一年有超过6000的病人在验证 PM2.5 引发的正常的过程。第二档一年结束前，他把国际都发现反空气污染太有效，而不他应对空气污染有极限的韩国要求政府来从事压根问题。小记者们位于环保署的前面，等一下我们就要一起来参加反空污大游行 ，SOS Camp， Let's Go！ 反空污，要健康，要健康，出门，保护自然，保护大海。请问你今天这个打扮是什么意思？我要告诉所有小朋友 ，PM2.5。细悬浮为例，连无敌铁金刚也挡不住。今天你身为一个妈妈，你对空污这件事情的担心是什么？我非常的担心，我不知道我的小孩在这边成长，我能不能给他一个健康的环境？请问你知道你既然拿的牌子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地球被污染了，要赶快把它救回来。因为我们是住在南部，南部是属于比较重污染的地区，那因为像小朋友就是常常会不舒服，因为空污越来越严重的关系，都要回到教室里面，不能做自己喜欢的运动。小朋友他还这么小，他还有这么多年，他必须要去长大，然后他呼吸多少的空气，就像你们一样啊，你们现在也才大概才十来岁。我在访问的过程中，有一些家长的声音会突然变大，然后会讲得非常长，然后语气会加重，就是语气中带着那种有点淡淡的愤怒，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他们真的是因为怕自己的儿子女儿长大后会有缺陷，或是有一些重病。反抗污，救健康。原本就觉得空污是离我好遥远、好遥远的事情，台湾没有很严重啊，就只有一点点而已。因为大家都会说大陆有雾嘛，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事情吧。但是现在我就开始发现，天空雾气嘛，黑其实是不正常的。请问您对于空污的看法是什么？我觉得是政府的责任，因为其实台湾一直发展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然后让这个全民承受这样的健康风险，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然后今天空污的议题，它其实跟气候变迁一样，都是化石燃料产业造成的结果。院长你好，我想请问你几个问题，请问你对空污的看法是怎么样？我们慢慢的把地球变成不能居住的地方，很多污染的产生都是燃煤、燃石油，就是化石燃料的燃烧，要慢慢把这个能源的
架构要改变。流行的民众认为，台湾 PM2.5 的浪烟不是中国，也不是海峡的欧多币，而你设计的沙发业落火力发电厂。按我的讲法，这不就是一个专题。稍后的设计者我去拜访一个大学教授，请出科学的专题。他认为台湾的空气污染最主要的浪烟是按你设计的工业。小记者现在在中兴大学环境工程学系，等一下我就要进去采访庄秉杰教授，请教他关于空污的问题。小亮，爱采访的庄秉杰教授研究台湾的空气污染36年呢，是有名的空气污染专家。伊在我文中下过新闻，接受多么用牙讲法不？政府都会说空污是境外移入或是汽机车，可是教授得出一个有不跟政府不一样的结论，我想要知道张教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得出这样的结论。哦，好，一下就好专业。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你要先确定今天的空气比较脏一点点嘛，哈。对，那如果你看到今天空气，比如说你看得不太远，然后空气灰灰的，但有点偏向棕色，你就说今天空气不太好。那空气不太好之后，你下面就开始来看说，哪里来？好，那哪里来其实就是风从哪边吹过来嘛。所以第一个就是刚刚你问我说，是从中国来的呢，还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哦，所以你常常就是要看看这些图。嗯，对，这就是等高线图，只是它是那个大气压力的等高线图。好，那这两条线中间就像一个水管，这边里面的空气就是顺时针，好，沿着这两条线中间的水管在流动，所以台湾这时候在冬天是吹东北风，好，所以今天其实不太受中国的影响。应用高速的方法，再过请到南澳的中南部空气品质唔好的世界。再过两日同气压图来对照，发现冬天的风也唔系对中国太热吹过来影。我以前一直觉得空污啊，就是境外污染跟工厂。可是今天，跟庄教授那样，就是我们研究风向是往哪里吹，然后哪里有紫爆。从这样的过程，我发现那个风向根本不是从中国大陆吹来，可是台湾还是紫爆。在家接送的工作位工业含空气检查，所以是哪一种才会造成空气污染呢？这个是伯伯跟那个伯伯的那个硕士班学生讲的，你才10岁而已，所以你应该很难听得懂，还是你要听听看？听听看 ，OK， 好。还有什么东西会造成 PM2.5 呢？那其中一个叫二氧化硫，一个叫氮氧化物，好，那个对你可能有点复杂。不过这个东西在大气里面也会变成 PM2.5 的一部分。这环保所的资料又跟你讲说，二氧化硫谁排放最多呢？就是工业了。对，工业88%最多了。那氮氧化硫谁最多呢？对，车子占50%最多，工业占41%最多。总高速在高用机研究出来的 PM2.5 公式，就算得出是哪一种空气污染较厉害。那算出来结果的话，伯伯算出来是工厂是占52%，好，然后车辆是占33%。对这个结果就做得解释，因为中南部的空气污染较厉害，主要原因就是工厂较多。所以我想就是，这只是说，如果谁要管谁，就谁要优先管的，也许你可以说还是要管工厂。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事呢？就是把它管制。对，就是要管制的。教授关心空污这个议题已经有30年，那可以跟我们大概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吗？伯伯刚开始关心的时候，那时候空气污染大家只认为就是很不舒服，但是不会死人，那但是过去10年的话，我们发现空气污染里面的 PM2.5 会死人，而且死非常非常多的人，所以伯伯的态度就越来越严格了。本来是觉得说工厂排放一点黑烟没有关系，只要可以有些就业机会让大家有饭吃就好了。那现在伯伯态度就比较硬了，说工厂你要赚钱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用最好最干净的方法来生产。
认真讲到，空气污染最主要原因是工业，而来到咧台湾最著名的工业都市高雄市。高雄市内有240间小学，其中全体还有5座沙发工业区，6189级仍然充公。面对高雄的空气污染问题，也根本不过小。代表发出体育上空气，对米浪之前的浪天，就掀起了故乡体育面恐怖期。除了为先发的通学，都在为两班看台空气污染问题。俺头一摆喜欢富贵秀摆放家下，一张落下台，故说空气比俺上个寒卡强。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的空气非常非常非常无敌的好？太阳没有出来，还有下雨，把那个污染都降到地面。然后，但是那个隔天就会起雾，起雾之后，那个工厂排放出来的烟又是白色的，所以就看不到。但是隔天起来，那个空气可能就变得比较不好。它有的时候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排的，然后就晚上睡觉就大家都不知道啊。空污它有没有让你们就是自由受到限制之类的？啊，因为我很喜欢跑步啊，所以我也想跑多跑一点啊。空气太不好的话，跑操场跑太多圈，那个也会不太舒服。老师会逼我们戴那个超死鸭鸭口罩，然后呢，戴起来会超级超级超级闷的。那个工厂排放的废气里面就是有很多有毒的东西，喝起来就像怪兽一样，就是都那个围在我们的身边，想要把我们给吃掉。我中间坏的是那个抗一大群人出来抗议，如果有人出来抗议的话，有可能工厂会改善，实际上都大家都没出来。各位同学都按你讲呢，因前本副怪兽对抗空气污染真辛苦，虽然身上企业工厂真实的污染的源头，同学们作为动作的科学检测，不过关系的人行气不多，工厂没默默的改善。故事跟一年一百页文艺归好高攀的高管的发通，我同大家讲空气污染有几厉害的，让你念头方方的用手拿来支持家头。这个是在测那个 PM2.5 跟 PSI 的，有一些巡逻车会去巡 PSI 或 PM2.5， 然后会出现在手机上面啊，你可以自己去看。空气品质的问题虽然比以往受到重视了，但情况有改善吗？并没有。这张是今年的元旦，高雄市用整个纸报来迎接元旦。很多人以前是知道，可是他们总是心中有个想法去困扰他们，比如说知道能怎么样，做了能怎么样，那些大工厂还不是都不听我们的话。要做个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就是为了让所有人跟我们一起站出来，这样子大工厂那些人就有可能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然后也有更多的压力。我们要相信三姑六婆的力量嘛，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嘛，对不对？在采访的过程当中，除了空气污染的问题，同学们对哪块件事情持都都不满，继续会是默默地跟针对空气污染的问题去采访其他的。不过新闻都好，单单都会看到唔好的讲法，看讲其他的会评估哪里。我们文富国小只是提出这个问题而已，却被就是原本应该得到大众的回应，结果最后的答案却变成说文府国小的空气品质很糟糕。真相其实是整个高雄市的问题，甚至中南部，就是让我很生气，然后就会让我们的学校像是减班啊、新生入学那些都会大幅的降低。要不然是说这边有一个隔一个板子，所以两边呼的空气是不一样，只有文府国小有一个空间是很脏的空气吗？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听的觉得很开心，就是说让我知道说什么是 PM2.5， 我现在今天才终于清楚。身处在这环境，因为不是小朋友问题，已经是连我们大人都会紧张害怕了。
空气是透明的，若老师没有做这些努力，我们完全不知道空污那么严重啊，所以我对他们的勇敢是很钦佩的。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直存在着的。学校校外是高雄地名的半屏山，唐代学生们对附近工厂的不满，杀后来遇到三年两级偏西，看见这抗议的连续八年的故事。抗议的对象是爱校外的中州炼油厂，据说出现的空气老鼠污染，而当地民众无法度摆脱的噩梦。同学，年生后有几多东西是用塑胶做的？这统计台湾一年会用起182只塑胶落的，31几个塑胶酒罐，是以粗黑物件都同塑胶有关。很多的塑胶都是对内来源呢，其他的年头就是上游化学工厂，用含卡专业法来讲，就是轻油的结厂，其他的做得到上游处理做各种的化学物质来做塑胶的原料。然而，台湾的石板铺就有几下错轻油的结厂，其他的名额就是一轻、二轻、三轻、四轻、五轻、韩国六轻，其他的带来的动力片的塑胶成分，不过没累积的动都动都的污染。一下，安转到50年前的台湾，当时高雄的后进天气是一轻，其他人过后没是二轻，其他三发工厂带来的经济成长，韩国工作机会。同时没带来的不想都想不到的污染。1983年，一个阿婆在门门乡发生了大爆炸，大家对沙发工厂有十天的沙丁又有各种各样的污染，就连处处的地下水电火还会烧起来，后几年的新冠头度猛一切。1987年，二轻厂永久的政府韩国总有公司就决定我了去改去做韩卡新的二轻厂，也对居民住宿一个计划会带来很大的污染，集体老工厂包围起来，也一围就围了3年。1996年，江西杭州烟厂何宝村被侦破警察的一保护下，让外通工，居民也都就用泥车来同警察来对抗。我爱父亲，我爱母亲，我爱父亲，我爱母亲。遇到和外来要到居民，政府就提出了一个应声。好，你们不要再抗争了，我们25年后就会把污氢厂搬走。民众无法从老国家力量来对抗，并可接受政府25年的认识。但25年来，空气韩国土地的污染一直损坏好经验，全球做不出东西，很多农业受到癌症。工厂还发生了几下百个大爆炸，尤其踩到甜蛋糕，落个一层一层不色的液，就落到居民的眼神后。里面一切都数得压给玉天，一百又一百的虚空症，一百又一百的原来，但那就是25年的压力到来。一下，2015年12月30日，玉天后25年的压力总算到位，政府韩国总有公司算来为属新幽默了。我再从个清明一年，后进天气拍了狂言阴光飞，我就紧张惊到坚持了28年。我们昨天在这里听了一个音乐会，然后就是一个叫林声祥的音乐人，然后我觉得他唱的歌词，就让我非常有感觉。
就是为什么大明明就大家用的东西啊，然后为什么都是高雄人在就是吸收，然后还会得癌症。晚上走多久才看得到五星？五星，靠近那个五星，应该在十分钟就可以了。李彩凤流汗的时间，这一只一天的应天速风的翻平山。我们这边看出去的视野应该只能看到这一部分，这一部分。那个后径被五星包围，然后五星是长 A 东西。对呀，这些已经拆了。这些圆圆的已经拆了，这个也拆了，这个油槽拆了。你看，没有一个圆圆，一个圆圆，那个就是这个油槽。我觉得。现在小记者们位于高雄五清场内，等一下我们就要跟着后进居民一起来确认五清迁场的进度如何。我原本大概就是以为，哦，那个工厂差不多已经拆差不多都烂烂的了，然后没有啦，政府终于有一次是信守承诺的啦，万岁。无想到对茶的杜芳看出去一件一件的工厂，夹到去到上空看拆掉的素材，像是细细的一一部分，五千像是签字碎碎停停，随时都会响。今天进的化学所有的设备都在，你即使你都没有动，这也是违反承诺，你是迁走不是停工。好，那你错了，你的补救措施是什么？你迁走的时刻表怎样清清楚列出来，边圈要拉出来啊，对不对？要不然这样吵的会议等是你在因为我们来了又我们就走了，好像又无视了。你们继续什么时候那个开关要再打开，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不是一个解决方法的诚意啊。对工人讲国家多重要，拢听国家，你即摆当作进民国四五十年啊！今日拖到今日去，是顶面来给你指示，还是恁家己来计谋？我跟你讲，其实我早去了解，其实我早就你就知啊，我去了解啥个啊？我今日讲去了解啊。然后他们现在就像那个有没有？不是有一个新闻，不是说点烟就爆炸吗？现在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大家一会一点下就讲错一句话就爆。他们签了合约，他们等了25年，25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如果有一个小孩在他们签下合约那一年出生，他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这25年啊，就是容忍了一切，就是容忍了一切的空气污染，然后吸的这些毒气，就是他们应该是觉得说他们的下一代子孙要怎么办这样子。你今天到工厂里面去，你有觉得还有什么是你还希望可以他们就是做得更好的吗？建议政府，哦，做生态公园，小学、中学、大学、户外教学，很好的教材啊。来这里教学，我们以后老百姓要的是什么？不是要的高污染这个产业，我们才有住的地方啊。耶诞老公公的雪橇来到我们城市天空，不停地绕。为什么他还没来到？问道，他说乌漆嘛黑，他找不到。我觉得空污热污染大概会陪我3到40年吧。如果我是还不会关心这样事情的小朋友的话，也许当我看到别的小朋友在关心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个议题跟小朋友有确切的关系，跟小朋友有很紧密的关系的话，我就会去关心他了。每次过年我都会回到高雄，而我看到的天空都不是蓝色的，几乎都是灰色的。因为我有气喘的关系，所以我每次来到这里我都要戴着口罩，就算是带着表弟出来玩也不例外。别人常问我说
你戴着口罩出去玩不会不舒服吗？我都跟他们讲说，气喘发作更不舒服。我希望可以还给我们小朋友一个干净又美丽的天空。希望明年的天空不再那么的糟，这样你就不会再迷路了。我希望十年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草地上尽情的骑脚踏车、玩游戏跟跑步。未来的工厂可以能够减少它的排放，它可以不要排放那么多的废气，不要造成那么严重的空污。我希望十年后工厂都不见，而且还可以种很多树，然后交通工具都不会排放废气，汽机车变成大众交通运输工具，然后我会很开心。我希望我们十年后可以战胜空污，在半屏山上插上胜利的旗子。